汪玮柏与初恋女友结婚后就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。然而众所皆知，他好歌喉外，网友们最常讨论到的就是他忽胖忽瘦的身材。没想到潘玮柏近期在社群上晒出某家餐厅老板的菜单上写着“胖玮柏”的奶，让他忍不住自嘲说道：“这老板怎么知道我本名？”让全网笑翻。然而面对这个逗趣的贴文，眼尖的网友竟发现好友周杰伦竟然秒赞，看来是周董也被逗乐啦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不少粉丝在留言区幽默问道：“所以说哥，你点了吗？好喝吗？好奇味道是什么？请问你是什么味道的奶？”留言区爆笑到不行啊。Bye.